青菜老人2013年桃城秋歌，猜不到嘛？秋歌杯竞赛正式开始，恭喜着咱的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吴敦义，吴总统请来指挥，请咱台会理事长林老师，林理事长请来指挥。听到卡罗了呢，比赛才正式开始。请卡罗，预备，卡三声，再来一个，正式开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哦，来，今晚呢，请咱所有工作人员，把咱的椅啊，往台顶头呢，咱中国。